八号早起，福建乡公所伫秀厝社区活动中心举办111年植树节送树栽活动，发放桂花、山茶花树栽阁一千丛。同时嘛提倡环保的观念，民众只要揢废电池、甲光碟片，就当来活树栽。鼓励大家环保爱地球，重视资源回收。福建乡公所办理植树节送树栽活动，民众参与是相当踊跃。乡长张文定表示，公所逐年举办植树节送树栽活动，拢真受到民众的喜爱。为了宣导环保爱地球、资源回收的观念，清洁队嘛到场配合资源回收。民众只要揢着旧电池、CD 片等等回收资源，就当领取树栽，再倒去种，绿美化家己的环境，让咱的生活愈来愈好。今仔日吼是咱福清乡公所植树节发放树苗的一个活动哈。啊，今仔日来咱秀厝社区这个活动中心来做发放的动作，啊，非常感谢咱的农粮署这边哦，提供了1000株的那个桂花的花苗，还有茶树的这些花苗哈，都非常的漂亮哈。我们福清乡的乡民哦，大家都很踊跃，大家一起来唤起这个花苗回去再种哈。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多种树来爱护地球，然后来净化空气哈。我们现场呢，我们的议员哈，也来关心哈，还有我们的代表主席哈，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这一次的活动，非常感谢大家希望说大家把树苗领回家之后，好好的照顾它，让它能够茁壮，让它能够长大哈，来大家来一起来赏花，然后来照顾我们的花苗，爱护我们的地球。看到树栽，民众拢真欢喜，早上去种，让环境变得更加舒适。阿妈真赞，树啊水啊！福建乡公所吼，会今日来办理这个植树节，也会当予人这个乡民来领这个吼有需要的这个桂花啦吼。啊，这个活动哦非常的好，也会当予咱倒去厝的，大概咱社区内底来种植吼，也会当予咱环境吼会当更加好吼。啊，这个活动哦嘛非常的有意义啦。乡长表示，逐年办理植树节送树栽，希望透过活动鼓励乡亲侪侪来种树啊，唔但能改善空气品质，佮当美化环境，相当侪好处，欢迎民众侪侪来参与。新竹华新闻蔡良祥后兴采访报道。